好好好，我血慢，我要吸六炮。我们从乌克兰内买过来的。小夫，我要进去了。哦，穿甲蓝色。哦，看，对了，令，我们之前真有一个队友，好像叫小夫，我没记错的话。有。他的英文名叫 Jeff， 然后是小夫。真的、哦。Hi， I'm Jeff。他又是 Jeff 又是小夫。My name is Jeff。可以玩的梗太多了吧 ？Jeff 是小白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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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替。对，可以请你文情并茂的念一下情况吗？文情并茂，知道？文情并茂，你知道那个带入感情的进去？水浒传的水浒传的风格还是金瓶梅的风格？金瓶梅，这差不多吧？金瓶梅差很多，好不好？而且你要确定你是有答对。对啊，我要金瓶梅，你没有金瓶梅的感觉，我要求退钱哦。大师兄两个合经营，还是我们考，还是我们在场谁英文歌最好的？我们请他用英文的方式来念我们的情况。当然是我啦。OK， 不行啊，你要有金瓶梅的感觉啊，不然我去台中。这不是应该金瓶梅？杨婷，麻烦你帮我念一下情况。我们现在的位置在03509E嘛，对不对？对，就是一堆点的那个地方。看一下。我感觉我等一下要爆炸了。我们的敌人是谁啊？俄罗斯 VDV 跟那个海军陆战队。VDV 有战车。有啊，空降的。战车他们已经跟他们的空那个机械步兵旅会合了，会师。OK，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我们在整个地图的左上角。我们扮演的是 Second Armor。没有 no, 没有。杨弟，帮我念一下我情况，照着念。哦，要一个一个一念，是不是？对。看，这样念稿，这样很尴尬哎。所以才叫你文情并茂啊。自从合金不，自从上次我今天可能先不倒，我更新好像来不及。哦。自从上次撤退过了一个月。我们还在节节败退，什么美军啊，垃圾！之前撤退时，还有很多兄弟们都走散了，但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富二代、欸！我在想办法进入情况。继续，各位不准笑，憋住，给我憋住，妈的！前来声援的第二装甲师，哎，你们今天活动完会红龙吗？打个岔，根据当地说，这里拓荒时期是偷金重镇，偷，够的，闭嘴，够的不是 Simon， 偷金重镇啊，直到战后啊，在这里有人挖金子，居然挖到了石油，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还有那些吃油怪兽，他们每日所需的粮食。所以指挥部决定在下令，在这里要防御，进反击，好让那些油槽不主权、主动权转移在我们的手上，这就是重点。我们的任务就是 All Your Storage， 那个卡利纳 ，OK。那任务嘞 ？OK， 任务这边由我接手。好，各位看一下地图，那个对，因为后面就是开始我先简报。等一下进去就整装，然后你们就开始进行战术安排，可以吗？那我哪一队啊 ？OK， 先进来。可是杨T那一队啊，你坐在杨T上面啊。OK， 各位看一下地图啊，这个的话是跟上次那个我们从城市区撤离的后续章节啦。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撤退到这个地方啊，那个已经开始跟后方部队已经开始在收拢了。那因为这个地方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产油的地方。啊，不好意思，那个中西部产油的地方啊，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经济命脉，我们的战备储油在这附近，那所以指挥部已经派遣了大量的国民兵跟空中支援部队要增援这边，那只是目前那些增援部队还没抵达，我们目前跟增援的第二装甲师他们是第一波的 QRF， 那目前是在 OU Soldier 的看甲这边先做集合。那步兵是由电脑 AI 做控制，但是数量不多，它只有在后方会出现。他们有已经部署，跟一些工兵已经在这边部署了一些战车的防御掩体，以及架了那个简易的浮桥。
哎，那空中国民兵的话，他们会在东部的机场这边做重生。那我有放一些有趣的东西，那个飞行员可以过去看一下。哎，啊，目前苏联军正在追击我方的败军从南方靠近，他们现在已经将那个南边的那个索沙纳的城镇当做了前进的那个前进指挥所。他们会从三方进攻，那敌军是苏联的正规军，所以会有 BMP、T80 或者是 BTR 之类等级的所有载具，并且他们我方跟敌军都会有炮兵支援。那炮兵支援的话，由那个大姐你这边可以呼叫炮兵支援，你跟我说一声就好，但是有 CD。OK。哎，然后那个。后续我们的状况是在这边伏击敌方车队之后，我们要反攻并收复下方的索沙纳的这座城镇OK 吗？然后每位组员都会是专精的医疗兵跟工兵，死掉的话就直接重加。然后那个载具它爆炸之后会再进行重生。地图上如果有看到工兵的这种记号，红色这种的，我有设置一个修复区，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作用。等一下，如果有毁损的话，可以尝试开到那边。以上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修复区是有办法变动的吗？修复区没办法变动。OK， 如果修复区要变动的话，就是变成我们传统 ACE 的手动修复。OK， 对， okay. 然后那个央弟，你那边的话。可以自由选择指挥吉普车，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开一台 M1 艾布兰当指挥战车。那我们所拥有的装甲的话是那个艾布兰跟 N60。OK，OK。那 A10 支援的话由那个优雅领导，他那边是 FAC。那 FAC 这次比较特别，是他会坐在直升机上，直接从空中做观测。就黑鹰计划上面碎碎念那个，对。可是他有办法雷子吗？他好像就没办法雷子哦。我等一下只派一个 AI 给他。OK。你看过 Airborne 的 FAC 吗？没有，我怕你被打下来。那我们进场准备，央 T， 你就跟我说一声，然后我会给你们大概10到15分钟的到前线的部署时间。那我们进场在哪里啊？东侧。OK。那个大中间大叉叉那什么？那个原因是简单来说。苏联他们那时候也要往东北推进，那只是他打一个大叉叉，是我方的游击队，当地的国民兵跟游击队在这个山区成功阻止了他们的攻势，所以我们机场人是在可以作战的阶段。好，合理，合理。那个他们的另外一个进攻的点是要往西方，他们要去攻占那个港口，但那一边的状况，他们现在也在做防御，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将他们的。装甲大规模部队直接阻击在这一个空旷区域。Make sense? OK 哈。OK， 进去喽。拜拜。先。我离开人群，我怕我背后被开一枪。我先开你。然后令你们三位哈，那个中间有个旗子，它可以移动到机场的位置。这边是我们是整完就要过去吗？啊？我们是要过去吗？军火库在这边。等一下，你点军火库。我们是整装完就过去吗？对，没错，军火库我有放几个，那边也有。那边有。啊，这个年代还没有 GPS 是不是 ？Look at me， 我的队员，坦克 NR。这个年代。我的成员在后面跑。过来一点，贴到我脸上，快点。我去看一下那阵其他可以载几个？四个啊。只是 loader 的话，虽然可以增加速度，但是会很无聊，所以我会建议三个一组就可以了。OK。Cold carbine 可以让驾驶直接上 loader 的位置。靠背 N12 上枪身。我就你要开车。没事。Cold carbine N12上枪身。好啊，为什么我一直听到那个雷的声音啊？不知道，我只听到雷的无线电。我一直听到雷，我们会一直听到你的无线电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的无线电不能用哎、欸。你是卡到根本没有无线电，我们根本没有无线电啊。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去军火库整。不是，我们根本没有无线电，我们听到雷的用无线电在讲话。好问题呢。好。到现在这为什么要？我也没有无线电，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1、2、3、4、5、6，我们总共有六台车，六个组哈。那那个蓝光哦，麻烦你用那个改一下小队名字。第五样 T 没有说话。哎，互动键可以改吗 ？OK。现在嘞，但还是有哎，还是雷系是我们的母体一起。那波，那我先过去整装。好。好。你先变成小队长有没有？好了。然后你们等一下把背心脱下来，还有一个隐藏的无线电在里面。有一个扣在下。没有在小队，在那个小队管理那边。小队管理那边有听得到。语内有一个什么 R E N 开始。喂。对对对，那个。所以我不知道是可能 A C R E 那边的问题吧。嗯、我要叫什么打一点 ？OK， 你在前面就是你前面。敌方也有会有敌方。的空中武力也会来支援哦，令你等一下帮我跟那个，你等一下帮我跟那个谁 Z 讲一下，那他的武装我们目前观测到会是苏二五、米八、米二四等级的。OK， 苏二五。看一下，我打他是零支 YT， 皮肤你这边的支什么的？你的小队名称根本就是战雷。我想一下，我打的，我不知道哦，他的应该是自己。嗯，雷爷你要打石头，你们就是雷，你们就是。比赛要第一，是我的问题吗？我怎么看你的大步？什么情况？看你的原地大步是我断了。那这 U 力，是我要断了吗？没事没事 ，T S 3没断都没事。是有人登记，通常伺服器炸的都是。我登记宙斯啦，应该是我。那所以就卡住了，对。对对对，他就给他跑了。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好。搞不好是你不现在登。OK， 改一下名字，改。我已经在宙斯页面。谁叫你来取名吗？欸、啊！至少都掌握不住。好、哦，那 Stone 你要取名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我把对象丢给雷将。卡翘。Fuck you！ 啊，要太难听了。就交给你了，雷将。恭喜你升官了 ，Omedato！ 我知道，蓝莓我们叫 MP。我想打，不是我开出去直接上面有死。我们叫路霸。你想打？你想打炮、啊？我们叫打炮。路霸是霸凌那个。粉红毛兔兔。我选完了。不太会带装甲、欸。路霸、啊。不过我可以试试看。二只。有，要不要？我是啊，分给我，我要总改名字。卡多久？我改好在小队管里面，最下面会一个。OK， 来跑一下。哎、欸，我们要怎么过去？我们那个你把队长涉水嘛，是不是给我？嗯，我已经在周四见面了。原地跑步再说了。稍等一下，我帮你改。你想改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可以用 become leader。好，我 become leader 了。嗨、哦，有了有了，又顺了雨了。看大家在原地踏步哎、欸，原地踏步，然后又什么、啊？应该有个 rename group 吧？有，我要 rename 什么？你想取什么？谁取啊？不会取名字。皮草在原地突刺了。就随便打中文。可以打中文，为什么不能打中文？啊，我们先换一个下巴的名字。好了，我看一下。不是吗？我到几？我们是四啊。那你要换什么？杨 T 零啊。没办法打中文。地图上面是一二三三三加几？哎、啊，我刚才卡了一下。三吗？对啊，我刚才看见在原地啊。我也看错人在原地了。我看德文是啊，啊，这是德文。我看在旁边。有了。好了吗？好了。我们是路霸哎、欸。那我看一下你们名字改了没？那个比赛就是耶格，还有四是 Henry 嘛，对不对？三组，那三是 Henry。你才是四。所以我们要开头要加一个五是吗？对对，加一个五。后面就是、那后面那个名字太长了吧？那什么东西？到底有没有想法？哪个天才？没有想法。前面两个字，我只会我只会念前面两个字。那个关羽小队，好难听。听起来也蛮猛的，叫关羽。我们可以改名叫喷车啊。OK。不行，我要还是我来改，还是我来。我在练喷车。一对一对，这名字是什么东西？对，你们需要当炮手吗？嘿，请说。我们现在现场只有四台艾布兰，对不对？艾布兰跟 N 六零啊。我的意思说就是只能这几台了，对不对？对啊，因为这年代好像就只有这两款。关羽吗？不是，我意思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那个艾布兰的数量，对不对？改变艾布兰的数量，我给的数量应该是够的，二四五。我们有六对。五台艾布兰，两台 N 六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另外加。
贴，讲说希望全部都是艾布兰，不要。我不想要讲太明白，然后感觉好像我予取予求这样子。我可以再给艾布兰啦，因为我想说有没有人想要体验看看 N 六零而已。有人要看 N 六零吗？有朋友中奖，那就 N 六零吧。如果还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再叫增援，因为毕竟你知道啊，这边是国家生命线，当然可以予取予求。是啊，那我们要现在一点的布莱德利吗？我不能超时空跳跃。来了 ，OK， 那个三四三哦，因为人分组比较多，我就不分了，我就全部都一瓶，但不要用小队长，或者是用那个车用无线电，用那个就是我们都平常就是用那个沟通啦。反正那个机组员在车上都可以讲话，都听得清楚，好吧？ Okay. 那等一下啦，等一下那个先去整个人的装，包含工兵用品，就是修车的，还有医疗用品，甚至是看如果有那个有色烟雾弹的话，带个几个，好不好？假如说如果通讯拜拜了之后，就是用烟雾弹。优雅，你有需要 AI 吗？我没事啊。这个根本懒得理你。你确定要开雪曼？我攀心吗？好，你用雪曼会不会太贪心了点？我们就没装，然后拿叫雪曼。我以色列那个超级雪曼。我之后是可以想办法给你们做那个啦 ，M1 雪曼加农炮。等一下的逻辑是，如果我们真的受损需要退出战斗的时候，就直接整台车退了，我们就战线补起来就好。对，所以我们还是只带33战斗队。对，就33可以带着备用，但是就主要是小队长要拿148或152。OK。医疗用品要带足够，你们叫医务兵没有人会来。好的。叫破喉咙都不会有力。啊对，然后那个膏药。我怎么相信你？哦，那个挖土的土工具需要带。我没有，我会急救了。优雅，妈，你有需要 AI 吗？中途换位置啊，他不能，没有，如果两边上的话也不能切换就对了，对不对？对啊。好吧，你有什么固 ID 了吗？是谁啊？单有那种单人可以做 ISR 的吗？有单人可以做 ISR 的侦察机吗？你不我们空中警卫那么穷吗？怎么了？我们只买了7A 吗？他们在 用 M60， 我们在用 A10A 算不错了吧？哦，这他们还他们 M60 哦。
他们是 N60 他是有一架侦察机啦，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ISR， 你等我一下，我把他救出来。第五啊！这六八二六这架。第五，你干嘛飞哦？跑不动了。靠飞 GP 五没有雷子哈。靠我的吧。令我们，你这不是标定假仓吗？没有，我们没有雷子啊。装备一零五，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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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架咧，你们要找有雷子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没有雷子，带 GPU 也没有用。那边那两台，我不确定有没有，也是一样，都是 A 型。哦，因为我是把 HS 的跟 30B 的全部叫出来。那边那你可以帮我把那两辆那台移过来吗？好。二车。给我们是那台，我们是那边最后那一台。最模组没有那个外挂式的装甲吗？哥，这个是90年代，大哥。这很棒，它全部都是 A 型哎。对啊。等我一下哦。飞着，记得带三十三哦。OK。那个过来一下，三十三先帮，你有带三十三？好，换一身装备。N64A3哎，思维，不要乱跑。看屁呀、啊！你没看过你？我没有看过啊，就是金身机是最后一次，他还六十嘞，在垃圾车。哇，他那个跑出来，他死了，他已经会死的跟狗一样，就像那个 Fury 里面那个火箭发打穿的那个。我先去看一下车上有没有那个。说车载，什么车机？对，对啊，可是你还是带一下18米的。然后先看一下我们车机、啊。有空间吗？有空间，自己带两包五百。是我在车展的时候，我头跟那个。我们车是那个 CUP 吗？好了，有了。Ferry 没有报。对啊，四位嘞。就这样。33二品，对。我们有分品是不是？二品。有。把我说大家都在同一品，我就把它关掉了。二品。二兵是救我们吗？对对对。嗯。啊，阿飞仔过来没？你摸什么鱼肉？哈、啊，不是，你知道，我刚刚按装备储存，结果按到旁边的随机，所以就全部在床上。五品吗？哇，你这头盔，五品先撤了。对，不是、啊、你一个我们陈组员，你戴这个头盔这么小，哎呀，啊，哦不，戴、哦、头盔都没换掉。我想说给 A 人可以练习一下那个定位置。那个杨杰跟那个干嘛？杨杰啊，讲错了。Visa 跟思维你们两个猜拳一下，谁要炮手，谁要驾驶？不用，没关系。在车上你在哪里？啊、总算怎么在挂机？你比较想要开车还是炮手？还是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参与这个选择。我的话，我好，那我开过车而已，所以我开车吧。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还有对所有人上二车。谁叫我？有 GPS， 你去里面拿、啊。Allen 无线电六瓶，33六瓶，来跟我来吧。你家先给你当炮手。六瓶。对，六瓶。
约我现在频道测试有收到吗？肯定收到。OK， 有需要 call 我。下去。然后注意一下，那个工兵部队在这里已经有架设了防空设施，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那个这边是蓝光，也询问一下那个，因为太久没开凯特，就问一下那个烟雾弹的投射系统是在哪里。他这一台的烟雾投射器有没有是由驾驶控制？他按下 C 之后屁股会喷烟。那边是蓝光回报，我被传到海上，是否可以把我救回去一下？收到，我尝试。空中单位频道是几频？有人知道？二频。收到。有呀，要空中自己处理哦，没办法。走。那个假车，等下按照车次，我们先沿着黑线到那个维修点，我们先去摸清楚维修点等下的情况，大家才好过去。一二三，先走吧。出发吗？出发了。偷偷移动。这一次我的艾布兰三十块，我们骑车，就照着顺序，就照着顺序。30块 call 耶格，你们后面有调整。1525无线电频道二频，呼叫空单位有收到吗？有。来，我帮你们画了敌军的防空识别区，跟着，红色区域内有敌方的防空单位，所以不要跨越红色攻击，有收到吗？好，可是敌方现在还是没有雷达。有，我知道，因为他那年代好像只有 RHS 跟 3CB 的只有 A10。A10A 啊，你又要雷池的话到2035，除非你要穿越，但我没办法穿越。那你至少够一台可以雷池的、啊。有哪那个绿军的那一台吗？哪一台？他有一台那个，等我一下。要解决一箱古号，什么东西？哦，五号，然后无障碍报给我。绿军是不是有一台螺旋桨飞机可以做 ISR？ 要问林，我不清楚。林有收到吗？我不在。我说你们，我们之前让螺旋桨飞机提供支援的那一台。他们说那个提供给 L129 是不是还是什么鬼 ？L159。他刚不是跟我说不清楚？可是不是这一台啊，我记得是螺旋桨。
大嘴鸟。对，大嘴鸟的编号是什么 ？A29。超级大嘴鸟。但他也是要两个人。对啊，那等于是要双座的，那是后座的在超那个。那可能为了符合年代，虽然我觉得很诡异，但是他这你们就，这年代有 UAV 吗？没有，那种叫像纸飞机那种，纸飞机那种，还是有氧？不对，那个 RHS 没办法。你去帮我转成无人载具的，你看一下。等一下，我好像也没有写，你等我一下。哇，他们名字也太长了吧！我的 fuck。看在我之前。Ready for order. 是80年代吗？还90？九就是89，九零年代初，现在是1989了。你要给我一个终端机啊？等我一下。我给了优雅，在你后方有个尸体，把它捡起来。能够连上线吗？你的绳子掉出来了，我知道。同事，同事，请说。哦，我跟你们说哈，这边的维修区，我们的工兵弟兄们，他已经是从那种赛车手毕业，所以我印象中你们只要开进来，你们的受损会直接瞬间修好。理论上是这样，但要自己手动补，可是只要补一次就好，它是整个载具全部补满。哦，原来是这边已经超过这个时代的科技了，懂了 ？OK。没有，应该我是说这边的工兵，他们都是赛车手维修组毕业。我说这边弹药填充已经是自动化了。OK、对，没错。只是我不确定是能不能成功，如果不行的话再跟我说一声。好吧，这是蓝光呼叫各车啊，他刚才公
单靠一次发射程够不够远？他说需要带药管。等一下要叫女仆把那台飞机移走，不然我转不过去。啊？有了，可以动。好、哦。他接单五号跟组装。五号就阿天就好了。暗黑的武装，这是被我侵占的皇上。是一车回报，我抵达 CCP 点的蓝色箭头处，这边有目视到两个为坦克提供的掩体。收到，你的位置更名叫 S1。这一次指挥部有收到吗？这一次指挥部呼叫样体有收到吗？样体，指挥车好像刚爆了。Oh my god！ 刚刚应该是在 S2 点。我刚刚删掉的爆炸处应该就是他们好像碾到那个东西就弹射爆炸那种。他们想要钻水管，然后就被水管给搞了。了解。去本，你没有带工兵铲吗？我设置那个工兵铲是可以挖载具掩体，速度会很快。让我们在这边开挖吗？确认。然后因为我需要有人部署在西边山上，等一下等样梯回来，我再跟他说。4号车呢，我是在我知道，我是说我等一下跟样体讲啊，你们最好先挖掩体，你们那边的话蛮危险的，老实说。
二十到嘞。你们两组车好像是被美国人的油管给干的。哇！我们前的空军呼叫第二段老师。中华地图上的油管吗？杨弟，我忘记跟你说了，嗯，那个东边的那个山丘也需要有人部署在那边做防御，全部部署在西侧的话会出事。啊，任务提示就是，嘿，我们赛季打，因为你西面只会看到其中一侧的，对，哦对吼，我们在就这台，就这一台的，哇，你看，这样我们就有炮了。四车五车五千，哇，5.56哎，哇，我们有5.56炮，摩巴啦，我靠，后照镜哎，摩巴，一车确认到五车消息，妈呀，浓浓，哎，33记得改二品。对哦，这一台根本就不用担心被穿甲。五车四车应该是小雨吧？对，五车应该是小赖。对，麻烦有没有两台车？因为任务提示，有提醒，请我们要守035087的雷达点。杨弟，有啊，我们要重新再开过去一次，是不是？对，没关系，我换。那我那我们过去了。OK， 直接过去就好了。那我学个豆腐叫了。一二三车可能 S1 跟 S2 那边要做机动，这边是一车回报，我们这边只有两个掩体，二车可能要你重新安排。对，二车我们在基地，等下过去我们再看就好。你们直接那个现地侦查就可以了，现地观察，大概那个范围啦，怎么移动就是你们看一下，不好微操。那报50块好了。四车五车移动到 S3 哦。对，小赖，我们移动到 S3吗？没错，没错。这是欧扎克在爬升高度。你们接着一瓶谢谢。对，一车是要到黑线，前往到 S3。确认四车五车黑线 S3。小来操收，你先不要抓东西哦。叶正老师这边，国民警卫队共军。你攻下后啊吗？要打个黑圈，这边是一车。哎、嗯，33.6平哦。杰哥这边是一车。哎、欸，这边是二车，哎、欸，这边是三车。那个杰哥、欸，那个我们的右侧，33我们一车右侧可能会看不到，可能要麻烦你们支援哦。如果右侧出现敌人的话，好，了解。国民检阅队空军呼叫第二侦察师总指挥，哎，样地收到。这边派遣两架次 A10A 以及一架次的无人机进行 ISR， 在坐标洞43、洞6拐。发现两辆敌方自走炮。43东六拐，明白，我看一下。知道有办法帮我处理吗？嗯，我那个 AW 我看到 AA 哦。这里是总部呼叫空中单位，有收到吗？有。敌方开始进行炮击，所以要给空军特别任务去摧毁他们的火炮，总计4门，目标位置在绿色区域附近。然后呢，敌方的防空单位目前已经先被我方的电子干扰机给干扰了，所以开放空域。好的，我在绿色圈圈外围翻炮兵是正确的吗？正确，重复一次，更新区域。OK， 感谢你。
排着站的黑招待。挨着这暗黑移动至 IP 1，来到猎球。目标敌方自走炮，坐标洞至山洞六沟，雷子上线代码111，请求一枚 GBU 十二。第一轮打击完之后，向东离场回 IP 1进行第二轮打击，同一个位置。叫是谁？暗黑啊。暗黑是谁？阿 J 啊。哦，我是叫阿，就叫阿 J 啊。啊，写卡干，跟你刚刚自己想的啊。我刚刚就说我就叫阿 J 啊。啊，阿杰刚刚讲的有听到吗？有啊有啊，那、啊、你再说一次攻击目标。东四山东六沟敌方的自走炮。因为你画圈叉那个点子，说真的，我看不到你的雷子，没关系，我试试看。等开，帮我确认一下。好的，有了，有了。直接用子母弹吗？子母弹他们没有用，雷子已经上线，标定第二辆。收到。推荐由，没事，东面进场你应该一样吃到雷子。离开。他说返回弹狙。BDA 命中确认机会。看到城镇内有多辆坦克哦，有确认。先，还是优先找那个该死的自走炮。找到了，布斯克这边徘徊者移动至 IP 1，目标洞四洞洞拐上。
定，等一下顺便教我一下你用电子制导怎么那个 IR 怎么锁定。电视制导，他在这里。没有啦，我们带那个 IR 啦，我们想的都是 IR 的。IR 他是在 HUD 上面会有一个显示方式的，你看到对他打就会往那边飞。向东离场返回 IP 1，向东离场。令，你有锁定吗？还是不用锁定？没有锁到，没有锁到。PDA 命中，双瘫痪。可以先搜索最后一辆。你让电视找到之后嘞，然后再他按停，他应该是没有开。哎呀，收不到，那就靠那个小牛他自动锁那个红外线。B3 那边有交火吗？B3 这一在交火，几乎全战场都打到我这边。战车回报 B1 以及 N1 点之间还有一台车，我们这边都是死掉。在哪里？ B1 N1 点， B1 跟 N1 点之间，请麻烦四五六车注意一下。我们绝对呼叫中鸟师，请问你们有任何人有雷指吗？没有，先生，我这边是拨到一个不明的雷指讯号来源。哎，目前还在尝试搜索最后一门防止手法。我这留意那 B4 大量敌人，别打别激动。快战况回报，我们这边遭受多重打击，车辆安全，可是指挥官失了。知道。四车是不是再见了？突然出现两辆敌方 T80 往西动，重复 B1 吗？否定 T1 过万收。
的回报开始有发现到步兵单位在城市里面流窜，请各位车辆注意一下。单位明白。所以他会有那个 ADGN。新战车。哪里有新战车？那个重生点旁边。哦，你说哦这一台吗？对。请问大家状况？你是回报状况良好。第三车状况良好。五车状况还良好，正在运进。四车正在前往防守点。太阳地耶。好，杨弟挂了，是不是？这边是蓝光，询问五车状况。这是五车状况良好。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好吗？二车尾巴还好。刚什么？刚被？还不见。挖主两架挖主在我们头上，对对对，上丢。确认 ，A 电来处理。另外回报那个地方炮兵已经全灭了。不知道。三次还一车你们前面，你们后面有一台飞机坠落。电话是状况。二车询问一车三车弹药存量。这里是三车弹药存量，还 OK。哦，嘿、hey ，快挂了。有看到了，你怎么会在战车外？我在挖掩体啊。可是我看你拿着望远镜在掩体外很久呢。没有，我在挖那个挖很久，我在挖。雷跟石东是同一个车的吗？对，车没事，车没事，我不是在找蓝光，就是三车左边那边。因为我给你一台吉普车，你开过去。另外还有一轮，你开旁边那台吉普车。对，残弹应该还有39发。来，我们警戒队伍叫装甲师，目前两架挖族都是一架确认击坠，另一架失去踪影，战场上空目前安全。收到。说，看哪一个是中指挥？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在叫，你那央地请。五车被开罐头了，
了解，你现在是在 S3 吗？还是你刚起刚回来？刚回来整装完。知道。S3 还是需要你们。了解，我们这边缺少指挥官。就可能两个人要稍微磨合一下。阿比。这里是一车，我们的指挥官蓝光阵亡，车长阵亡。车长，我确认到 B2 有一个纵队出来了。现在目视敌方 T80 纵队在坐标洞两过洞拐八，没有时间标的，空中单位已经打了，再打击。没收到。战车 N1， 战车 N1， 车你们还好吗？车战车，这三车没事，一车也还被开发，二车这里被压制，压制黑人不到，抱歉我误错了。接手位置，我们的车子要怎么？老松，大 B。城市的上面三代米吧。现在我目视到四架战斗机，那直升机在 T2 附近。被三车被击毁。这边是一车架，车长回归。感谢。
对，二车，我们要回维修站。师傅有收到吗？对，试车。你现在在打那个方位，右边五个密位，五十个密位，在坐标032076有一个蓝色方格点。刚打的那个两个废墟建筑物有没有？右边第三栋，个烂尾楼前面有几个方格，几个沙包。是，就他了。是一车询问二车，对，是二车回答。你们回去补给了吗？确认了，我刚才有讲。了解，你回归的时候跟我讲，因为我们车辆我们也快没了。确认。发现战车，吉普在你的左边，刚才打那个。稍等。正确。试车，我们的射角位置打不到他，他不时要移动一下。我刚好像看到 N4 附近有东西哦。还是请那个极速炸弹斟酌使用。确认。我这呼叫客车 B3 B4 中间有一辆战车，我这个角度打不到，在你的时候。而且一车看一下 B3 B4 中间。因为这一车正在搜索。绿云找到行车没？还没有，排长准备要回去。这是一车回报，无法目视你报告的单位。收到。这里是地面指挥，这里是 HQ 呼叫地面指挥，有收到吗？没收到。敌军的攻势减弱，接下来要换你们带头出击，有收到吗？要听明白。所以请做好最后一次整补，然后麻烦所有人，麻烦你那边指挥进攻城镇。到达城镇周围之后，我们这边会派机械化步兵到你们后方去掩护你们进入城镇。两天明白。吉普要整补吗？这边是一车脱离123点，直接把我们坦克那个车需要整补，弹药补满是吗？知道，都先去整补。车子在哪里？在那个雷这边先撑着，外面。这里是二车，我们整补完，我们回到一二，正在。不是整一次就好了吗？知道，整补完的时候都回到刚刚。可是怎么找不到那个整补的资料？
好，我再跟。好了，我帮你弄好了，我帮你弄好了。好，谢谢。这是 HQ 呼叫总指挥，注意哦，敌军战车可能会隐藏在山区。这是三车准备完毕。分车小心，我刚才在你前面那边遇到敌袭。二车回报，城镇内出现大量敌步兵。这边是一车回报，我们还不然补不了弹药哎。你直接被弹药车互动。被他人互动键，然后一个灯部。来，是哪一台？这台吗？哦，这不好了吗？这是二十二，我们在 ready。那弹药满了，是不是？哎，女仆，我可以帮我修一台那个四维小车吗？多小几？确认什么？下车。可以帮我修一下右边那个四维小车车吗？好哦，原本是能开的，然后结果 Henry 的砸到上面，加油啊！怎么加油？我修好了，是不是没有转？到刚刚点击了。先开啊！刚才城镇有加油站。这个有那个敌步兵在朝四五六车那个方向前进中。对，我们设脚外无法拦截。那个城镇，然后加完油再回来找我。这里实测整补完成，而且回到原点。单车询问原点是原本固守的位置吗？没错没错。走。
车询问，所以我们要回到雷达塔上吗？你们那边比较远，你也去那个 S2 好了， S2 附近。我的小车车呢？我移到旁边去了，因为挡到路了。你有帮我，你有帮我修好？要。嘿、hey, ，这边怎么加油、啊？等我一下，我帮你加啦、啊。我不是在车，我说我的坦克。你的坦克是哪一台？我帮你加。后面那台正在开过来，再过来。好。而且在哪个位置？你们停一下，看他有没有帮你把油加好。啊，我会尝试在基础上飙出来。知道。在 N3 的东北处 ，N3 的东北处，继续向 defense 点前进中。喂，那个你们帮我开回去一二三点。是啊。大家就就位了哈。这边车我们可以征服了吗？没问题。哎、欸，你们现在备弹多少？五炮八发穿甲，我将大概十来发的炮弹都用在一台神奇的 DC2 上面，然后他自己把自己弄翻。这样。这我们家先吐了。知道，我等一下规划一下路线。列装是这边国民前卫队，目标城镇目前只剩两门弱势防空，防空单位正在处理，以及少量步兵，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二三车确认一下 A 这个 A 这个 A 一个 A1 路线，好，一车四车确认一下 A5 路线。那我跟雷会走那个 A4 路线。重复一下 A1 路线是 A1 经过 A2。二车吗？二车三车吗？二车三车，就从你们现在的所在位置。确认确认，现在移动吗？稍后哦，确认每一台车都知道它的路线。一车四车就是走正面。
头吗？知道。三车有状况了。这是三车无法作证。他才刚回来而已。空军队询问，那台米二式中机吗？被那个 AI 刺针打下来。他说。没啥关系。我们再等个两分钟，等那个其他。我外面弄好了。新车车了、哦，对啊，我的是呢，你帮我们修好了。但是我看到枪还是哦，有了有了。好，我们上车。启动引擎。哎，那我。这也是二车，我们整部完毕，要返回战场。知道。Henry， 赶快找一台车车。嘿，真用民用车。还没开始移动，我们先到准备位置。这边是那一车询问四车为何你往前了？我们走，我这边找到了一个掩体了，他是我们想利用现成的掩体了。我想说你动起来吓死我了，因为我们那位置视野很差，所以干脆用到有掩体的地方。等一下走 A4 A5 的，我们速度不用太快，没有关系，不要是吸引注意力。那个 A1 A2 的可以足够全。这是二车询问三车，现在一样没有作战能力吗？这是三车还在整补区。对了，那我们回到一二三点等。跟国民警卫队回报，城镇内两门做事防空，一门十六克，两台 T80 瘫痪，一架次已经整补完毕，第二架次正在整中。知道。有人叫我吗？应该没有吧？没有。这一次翻车询问走时，可以帮我 PP 吗？
你就开过去啊。那个我有建，我有搭建浮桥在黑色箭头的旁边，有看到？要带确认图。说询问一下地图，我们是要等下等三车回来再移动，还是我们要先移动？等三车回来。确认确认。Henry， 你伫咧过桥吗？对，我要过桥了。OK OK。啊，七天了，那么快。这是二车，我们在你们三车，我们在你们的尸体，你们的前车尸体旁边等你们。被三车收到，我们在路上。哦，我看那个黑人也快就位了，我们等一下应该两分钟之内会攻击发起。在攻击发起的时候，我们先拉近到敌人的城镇，城镇外围，我们在外围那个附近的石头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怕说会在他们的。监射武器的射程里面，要留意那个每个窗口或者是看起来像坑坑的东西，有高爆弹就扫进去。它会有那个 ATGN。除了正面的四台战车之外，就主要还是以那个左勾拳的为主。左勾拳的，就是以全力全速开，全速开直接冲到 A2， 想办法冲到 A2 去。那我相信 A2 的附近应该希望可以打到敌人后面那个，可以看到后面城镇东南方主要道路。我可以看，这也是二车，我们被城镇内的 AD 偏攻。知道。车如果可以看得到城镇的，看到那个窗户完好的窗户，高爆弹都来几发，每台车打个两发好了。可疑的窗户就是高爆弹打两发。这是三车就位，知道。各车准备移动。出发。大爷，可以帮我来个空中火力压制吗？请。请详细描述空中火力压制。你可以丢什么就丢什么这样子。好说。这是五车，我们发生事故了。哇！你请求那个
指挥支援基地支援吗？可以直接翻，你试试看，我有调过。抵达 AA 万点，继续动，继续动，确认确认。看到。Get off the escort。这是二车呼叫三车，我们的164方位有172。164方位确认中。我被命中，我被命中。这三车没有目视哦。这边是一车回报，我在地震，稍等一下。这个只要留意那个 A4 附近有跌幅，那个收到。这车你屁股有一方。我怎么感觉我这边黑圈通扁的？不是，我看黑圈炮火指着我。没有啊。听到回报，你们右后方有一台敌方装甲车辆。定啊，否定啊！我右后方没有敌方装甲车辆啊，没看到。打掉了，打掉了，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我们帮你打掉了。这车，请问你们人员是否状况 OK？状况 OK， 但是我们的履带坏了，我们需要额外一个备用履带。这个时候我要从你的正前方，从你刚打那个地方出来。我们的炮手挂了，接替一下，赶快移动。保定，我们遇到对方的 T 七了。更要移动啦！啊，他在我们的路上。你是试射我驾驶室头了。是啊。这个时候我要上山了 ，AC 附近。这边是。这个是受伤。这边会跟上去。这个时候我们集合敌军地区的协助移动中。是啊。蓝莓，你们把。四句调高，你们刚四句没有调高，每炮都完挂。对。
们刚才的那个归零系统好像坏掉了，现在正常。OK OK。我们前队空军回报，间隔。我们前国民空军检阅队回报，坐标东山洞拐五有一架次的敌方通普斯卡击落了两架友军 A10 一架无人机。正常，你要不要回去维修一下？都是帮我们修了。看你们以前是冒火的，你们是……他这个机修不掉了，没办法。正常这边是一车，我们在你们后方。讲一四七方位那个过程的四个东西，就后面刚有个小队跑过去，妈的四个每个人都被炸进去。这里是三车，我们的炮塔被 AK 打坏。到，修修修。我们驾驶也被 AK 打死，被打伤了。二车，我们来找你们了。杨 T， 杨 T， 这里是 H Q， 我收到啊。杨 T， 杨 T， 这里是 HQ， 有收到吗？有收到。请问入口进入点已经架设好了吗？离开机场什么东西？我们这边要派遣那个机械化步兵去支援你们进入城镇了，有收到？可以收到。请规划一个进入点，他们会乘载 N113 推进。请我们那个机械化部队从 A2 点进入。收到 A2 点。请确认地图 A2 点为西侧，没错哈。确认城镇西侧。
依照回报，旅程正在方位角16正南方破碎房子后方有出现一队步兵，本地方有 AT。现空军工警队目前剩余两作战机种，配备9K121导弹的无人机一台及武装舰船一台。东方选哪一台？东方你最后一句，以及一台武装小鸟。武装小鸟感觉不错。哦，这个鳖子跟我叫我飞，我跟他讲感觉不错。目前人在坐标洞44洞85待命。是啊。看一下，杨弟，杨弟，你的右后方有一台步兵要摸过去。到。我正后面那个吗？哦，我们可以拯救 V3 了。正后方应该是 M113 美军。对啊，那后面是友军。我确定对面是背这个 RPG 的背带。知道。那你的哪里啊？应该是你的杆。跳呀。西北啦。北。是西北的，刚跑下山。这边是一车回报，友军开始进入城镇，请各位单位注意撤脚。才刚讲而已，没事，是我自己人干掉的。先不要有东西再进来。
一个小时。这一次指挥部回报，已经成功攻占该城镇，麻烦所有战车进入城镇内。抵达 CP 点，知道。这是 A 点重新上线，但我们的 Z 点可能断线了。知道。M60真的帅。所以是 A10 询问蓝线以后是可以自由打击吗？蓝线以南自由打击。咖啡。我放一个羊在这里，中华小。这是我放的小彩蛋啊。不知道几级的。搞到车哦。对啊。OK， 我任务要结束了。看你没有，我要等会我看你没有在运费啊。